为了给邓肯送些钞票，虽然邓肯也不缺钱，但是马刺对这个做法显得十分温情，有情义。直接退役的话，邓肯领不了合同最后一年的薪水，而马刺裁掉邓肯的话，邓肯能够全额领到最后一年的薪水，$5,000,000左右。邓肯是马刺队史上最伟大的巨星，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邓肯把他19年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马刺，他为马刺带来了5座总冠军奖杯，他为马刺创造了奇数年夺冠的纪录。当然2014年总决赛，这群老家伙干掉了如日中天热火三巨头，几乎是碾压的方式，这不得不说这真的很了不起。如果我们提到圣安东尼奥这座城市，我们马上能够想到马刺这支球队，提到马刺这支球队，我们马上能够想到邓肯。邓肯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，不分你我。毫无疑问，邓肯就是马刺的图腾。马刺低调，邓肯也很低调，这与这支球队称得上天作之合。正如邓肯大学教练所说，邓肯只想做好自己，他不是一个喜欢自我鼓吹的人，在如今的时代这招实让人吃惊。他最关心的是比赛和他的球队。这源于家庭，邓肯父母人很不错，他们给了他很好的教育。他做事合乎情理，而并不只为一时喜好，这使得他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，成为了这样的一名马刺球员。邓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从未想过离开马刺，他只想在这儿打球。邓肯与马刺是如此的契合。马刺的强大其实源于马刺球星长久以来的牺牲精神。 GDP 放弃了许多属于他们的利益和特权，他们少拿了许多钞票，他们也放弃了聚光灯，放弃了成为媒体宠儿，而邓肯则是牺牲最大的那个。邓肯19年生涯薪水累计$2.54亿，而作为同时代的大前锋加内特则拿到了$3.44亿的薪水。邓肯与加内特一时瑜亮，为什么邓肯会少拿近$1亿的薪水呢？邓肯职业生涯有了3次降薪。邓肯作为那个年代毫无疑问的超级巨星，居然年薪从来没有超过$2,300,000，他只有3年拿到过超过$2,000,000的薪水。2007年31岁的邓肯正值生涯巅峰，但是为了留住总决赛 MVP 帕克，邓肯只签了一份$2,400,000的合同，放弃了$1,000,000薪水。那一年总决赛，马刺在4-0横扫骑士后，邓肯摸着詹姆斯的头对他说，未来是你的。2012年邓肯选择了降薪，且幅度达到了50%以上，他居然只签了3年$3,000,000的合同。要知道上一年邓肯薪水可是$2,116,000。而3年后，
邓肯签下了最后一份养老合同，为了续约小卡和招募拉马库斯·阿尔德里奇，邓肯只签了一份2年1050万美元的合同。一年后，邓肯没有执行完合同，便选择了退役。而马刺在邓肯宣布退役之后，马刺宣布裁掉马刺。邓肯被裁掉后，全额拿到了560万美元的薪水，马刺是通过三年分期支付的方式。邓肯生涯三次为马刺降薪，而最后马刺也投桃报李，送给了邓肯560万美元。虽然对于邓肯来说不多，但是这体现了马刺对于邓肯的不舍，这是他们送给邓肯退役的礼物。邓肯裁掉邓肯，给了邓肯最后的温情，邓肯毫无疑问也值得马刺这份厚爱。